一个人和一群人，用生命寻找彼此，无意指点江山，只是把有料的内容讲给你听。凤凰会专注有营养的声音。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安心 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又到了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交流的时间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请助理小姐念一下安心 So Good 的拼音。安心 So Good， 你行不行啊？我不会拼音啊，你叫我念这个很奇怪欸，我哪会拼音啊，我只会念台湾的那种拼音法，我不会那种那个英语拼音的。哦，我还没有介绍，他是法兰。Hello， 大家好，我是法兰。对，拼音是 ANXINSOULGOD。好，我学会了，下次我会好好记住。好，为什么今天请法兰来？因为上一次我们要聊的话题还没有聊完。上一次那个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有听众朋友写信来问说，他们的父母其中一方有这个外遇出轨，然后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有几个听众都有类似的状况，然后有的是现在正在经历，有的是觉得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或者是心里一直有阴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自己的婚姻感情，就是因为父母以前的外遇。对，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继续要深深的探究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上一次我记得结束的时候，就是法兰就问我说，他的头上有一个警报系统。对，就是我只要看到我的另一半身边有母的那个生物存在，然后我就会开始很紧张，然后我就会不舒服，然后我就是很不喜欢有任何的女性靠近我的另一半，我就会觉得很有威胁感，我心中的那个警报器就会一直隆隆作响，然后造成我自己的困扰，造成其实我另一半，我觉得他会有压力。因为可能那个法兰他在上一集节目有讲到，就没有听的听众可以回去上一节听一下，因为他小时候他的母亲曾经有经历过一个类似父亲出轨的事件，就是精神外遇、精神出轨。就是我的父亲曾经跟我母亲的闺蜜过从甚密这样子。对，那我就是因为那件事情呢，就是有一点点被影响，然后到我现在的感情都还是有那样子的阴影存在，我就会很排拒比如说我的闺蜜出现在我的另一半旁边，或者是跟她就是比较聊得来啊，或者是有一些交流这样，我不喜欢，所以我就完全阻绝这个状况。我上次就是有问安老师说，我要怎么样可以把我这个疑虑慢慢的化解。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人的那个心理有一种叫做自动化反应，这个自动化反应就是我们的大脑里面会组成很多所谓的认知模块，当你对这一个东西慢慢形成一种固着的观念的时候，它这个模块就是建构的很坚固，所以就会形成所谓自动化反应，就像自我防卫机制，也不见得，它只是这种模块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就是你以前走在路上，然后不小心摔进水沟之后，你就会以后特别的去看路上那个地板有没有洞，然后你就会特别的避免，就是不要踩到那个洞，不要再摔下去。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很多时候，一般人并
我们遇到的事情没有那么的简单，可能中间有比较多复杂的一些变化或变相，但是呢我们的头脑都会想要把它简单化，就像看到洞不要踩下去那么简单的想法，所以就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所适应，会产生一种适应不良的状况，就是等于就是你就是一直在顾着看有没有洞，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看旁边的风景，是这样意思吗？你也可以说有部分是这样，举一个你自己的例子好了，比如说你觉得说可能你也有很多好的一些资源可以介绍给你先生认识，是对他有帮助的，对你们都有帮助的，但是你心里可能是因为他的性别觉得不行，因为以前我妈妈就是曾经介绍她的闺蜜给我爸认识，所以就变成这种情况，所以我只要看到女的靠近我先生我就会非常紧张，真的就是不论美丑或者是胖瘦或者是那个老弱我都不喜欢。对，然后那就变成说你就把这种东西我们叫做 generalize， 就是把它普及到太多的范围上面去了，然后对你自己的生活就是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适应真正你现在的生活，所以就是造成我跟他在某一些部分也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好好沟通的地方，因为他就会可能譬如说他看到黑影就开枪，对，然后他就更不跟我说他今天有跟谁一起吃了饭啦，有跟谁一起说了什么话，因为只因为他是女生，然后他就不去跟我分享，对这些事情，其实他觉得只要跟我讲，就我的火就要冒上来之类的。其实我们回归到大脑里面来讲，就是我们大脑会有一种反应，就是他想把事情弄简单一点，所以以偏概全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我们的认知偏误，所以如果要阻绝这种自动化的反应，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很理性的去分析这个事情。我上次法兰问完我以后说他怎么样处理，我就跟他说了四个字，叫多用脑子。对，因为安老师一直觉得我没有常用我的脑子。其实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的爸爸那时候会跟妈妈的闺蜜过从甚密，背后你可以举出十个原因吗？十个原因就是可能他们那个时候的婚姻也可能就是已经十年了吧，可能也已经走到了一个冷静期平淡期，然后这个时候有另一个女生出来，而且对我爸爸很好，然后他们也很聊得来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可能状况就会开始产生。那我觉得当一个男生的心开始不在家庭身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另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另一半是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得到的，他感觉到他被忽略，他感觉到他并没有被照顾，然后他又发现怎么丈夫把重心放在另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其实那会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接下来就会有争吵，因为就会开始有责骂，然后责问啊，就是觉得你今天是不是跟那个人有怎么样啊，就会开始怀疑嘛，不信任嘛，然后开始争吵，然后越吵就感情就越薄嘛，然后你在这边吵完架，然后你到另一个地方发现那个人对你笑盈盈的，那你觉得哇，我在这里都就是得到快乐得到安慰，可是我一回到家我就面对那个黄脸婆，然后就是两看两相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样冲突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感情进到了一个平淡期之后，怎么样去面对那种就是外来的东西的入侵。对啊，你还可以所以你就讲到真正的点在哪里，你的大脑把它归类成只要有女的来靠近就不行，但事实上你如果多用脑子想一想，背后原因是你跟先生的感情已经变得平淡了，然后你跟他之间可能话题索然无味，第三个你们之间常常出现争吵，所以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是另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大脑通常想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把它组成一个框，然后套成一个模块就这样跑就可以了，一个自动化力。其实根本化就是还是在你跟你
另一半的感情的这个事情上面吗？如果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够稳固，然后他会觉得哎，可能他不应该要跟另一个女生这么靠近，因为他会觉得可能会对不起太太之类的，就等于是说我现在就是跟他把关系打好，不要让他有任何的理由跟破口去做别的不好的事情，是这样说吗？你可以这么说。那我要讲的重点只是在于说，我们太多时候我们脑筋里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比如说你刚刚说你都会不让你的先生去接触到异性，但事实上这个想法一点都不理性。你如果仔细想的话，这件事情对你们两个的感情一点帮助都没有，真的。而且第一个它破坏你们的感情，而且真正破坏感情从你小时候学习到的东西是父母亲应该要有好的相处，而不是说爸爸不应该去接触任何的异性。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是应该要学习他们怎么样回归到一个良好的状态的那种关系，而不是一直去想他们那一段不好的那个经验。就是你要去把好的那一段放在心里面，你要把不好的那一段摒弃，是这样的意思吗？如果对你来说你的 case 是这样子，但是对于自动化历程来讲，我们要看一个更深的观点。至于是什么观点呢？我们先进一首歌带回来继续聊。让我们来听陈绮贞的太聪明。固执、热情、依赖，偶尔犹豫不决，聪明应该说是狡猾。总以为你一般难懂的我，在你了解了以后，其实也没什么。我总是忽冷又忽热，隐藏我的感受，只是怕爱你的心被你。
想靠近你，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被你看穿了以后，我更无处可躲，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回到安心 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我们要继续上一节的话题，我们讲到自动化历程，然后以法兰作为例子，然后他讲到他以前父母的曾经可能的出轨现象影响到他跟他先生现在相处，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探究其中的缘由的时候，会发现是大脑的偏误让我们觉得是应该要做一些反应，是预防感情的出轨，却完全的搞错方向。好，所以我会慢慢的修正我的想法，然后尽量去跟我的另一半建立一个很稳固的关系，然后不让这种很狭隘的思想去牵制我，然后就是造成我跟我先生更多的冲突，这样。那个应该这样讲吧、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你下一次你发现你的自动化历程又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 stop。 譬如说你如果看到异性然后跟你先生靠近你先生一公尺以内，然后你那个开始那个红灯，对对对，红灯亮起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告诉自己说，为什么我又为什么我会这样紧张，然后到底没有，我就会说这个女的猪什么之类的，又开始了。没有，我觉得就是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阴影真的对还蛮大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利用每一次你的警报响起的时候变成一个练习扭转的机会。是啊，可是如果这个女生已经开始就是摸我先生的腿跟手之类，我还要放得这么开吗？那个当然是看情况啊。你现在是你看我跟你这么好、我都只有结婚时候见过她一次、就结婚那一天啊。哦，因为后来我见他的次数也不多嘛，你一定要在广播节目里面讲这样吗？你的小孩都多大了？我孩子见他的次数也不多，不好意思。你孩子都七八岁了，我只见过他先生一次，各位听众朋友，而且还是他结婚那一天。讲到那个自动化历程，我用一个比喻好了。比如说有人他可能溺水，小时候掉到水里去、然后他不会游泳，然后他就吃了很多水，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很害怕 水，对，他就很害怕水。但其实这样子的思维是很不理性的，因为他小时候那个水池的水 很少啊，可能你现在踩到那个游泳池，你现在只会到你的小腿肚，但你小时候可能已经灭顶了，但是你就很害怕，就会非常害怕。所以我们的大脑就是他有时候挺呆的，他就是只会记住那个模块的东西，所以那我们然后就在里面一直绕一直绕。我们要怎么冲出那块模块？就是在你每一次那个模块被激发的时候，就要赶快让它转路线。譬如说它本来的习惯路线都是往右走，你就赶快在它被激发起来的时候让它往左走。所以我说你要好好利用你的那个警报响起的那一刹那，就比如说你一开始你又觉得哇我心跳加快，然后很不舒服，看到那个异性过来我老公身边的时候，然后你就要立刻譬如说给自己一个
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又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跟我先生现在的感情状况是怎么样子的，那如果 OK 的话，那我愿意试着放手一次。当然如果很不 OK 的话，可能就是像你之前说的，你的父母那时候感情不好，所以有任何的外力介入都可能会造成伤害。但如果是 OK 的话，那你就试试看，去相信你先生啊。好，我会努力，对，我会努力，但是真的有点难。这个就是我们要改变自己，就像那个水的例子一样，也许就是让这个本来有恐水症的人再去那个游泳池，然后当他看到水心跳加速超级紧张呼吸困难的时候，你让他知道水只在你的小腿肚，你还可以呼吸得很顺畅，没事，很好。但是如果你永远不去接，已经过了，告诉自己已经过了，你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你了。就针对上一个例子是这样子，对对，好，然后你才能让你的模块冲出去，打出一条新的路，这样子。所以就是等于是冲破心魔嘛，多用脑子。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因为讲到自动化历程，所以想要分享一个听众的问题，在这边帮他解答，也是有关自动化历程的。法兰可以帮我们简述一下，因为他的故事他写得很长。就是这位听众呢，他遇见了一个男孩，然后他们很快的就喜欢上彼此了，然后也谈了恋爱，然后也很快就发生了关系。那第一次见，第二次见面，很快啊，他们很快发生关系。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个男的对他特别的疼爱，然后他也好爱这个男生。可是后来呢，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男的跟他之前的女朋友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得了性病。那这个女生当然很惊讶，那也自己去做了身体检查，发现他自己也被传染了性病。那他们就分手了，因为这件事情。那这个女生也就是因为被这个男生传染了性病之后，然后去做了一些蛮辛苦的治疗，好像治疗了一年嘛。他们两个呢，接下来就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争吵，还是因为这个病症的关系，就是女方可能会觉得这个男生让他得到了这个病，那这个男生也觉得你一天到晚就是都在纠结这个事情，他其实他得这个病也不是他愿意的，他也很痛苦，所以两个就一直在反复的争吵之中，然后还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这个女生呢，就是现在因为这一个事情的原因，所以她开始觉得对男生产生了不信任感，然后呢，她在感情路上就变得比较封闭，然后非常的害怕再遇到同样的事情，然后就封闭她自己的心，所以她想要问一问我们，她该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其实法兰刚刚听我们讲完自动化历程，你要不要给点意见？你是半个小专家呢。什么半个小专家？我可健康的很。不是，我是说，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不是性病专家，是心理专家。你这个话接的可真妙。我很健康。我讲的是，不是啦，我们也没有说那个自动化历程。我说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化历程的。好。我觉得这位听众，其实你不用这么担心。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呢，你以后在交往之前呢，你就是先跟那个男生说，来，咱们两个去医院一趟，然后呢，就是验个血，就验个血，就说呢，我希望我们之间呢是清清白白、纯纯洁洁的交往，然后，你必须得接受我。就是我有一块心中有一道阴影，我一定要就是证实你是健康完好的身躯之后，我们才能交往。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克服你的心魔了，至少这个人是干净的。你觉得呢，安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idea。 我觉得你带那个人去医院，应该那人就会跟你分手了吧。不会啊，我可以就是跟他说，我们来去婚前健康检查，然后结果就赶快跟医生说，验验他有没有性病之类的，就偷偷讲，就用一点小小聪明，对不对？如果真的，因为我觉得
如果他真的有这个担心疑虑，你总不能就是一直劝他说你要相信这个人是干净的总不能这样子吧。而且我觉得真的一朝被蛇咬时你会怕朝生。但是这个听众我也想跟你说，其实真的不是全天下的男人都有性病啦，就是你也要看开一点。好吧，你的那心理专家还 不太行，是我讲，是我把问题交给你。好，你请说。没有，你看这个听众，其实他那个信写的比较长，但是他前面有提到说，其实他跟这个男孩子见面的第二次，第一次只是在朋友聚会上面认识而已。第二次见面，他们早上见了面，开始聊天，很开心，晚上就发生关系了。所以其实是太快了。所以有没有看到那个会得性病的那个点到底在哪？就太快发生关系，没有了解他到底之前的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吗？对，但是如果你因为这样子而拒绝所有对你示好的男生，这件事也是你自动化里面大脑想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方法太过简单了，简单到只要是异性有可能让你染病的都不要被你碰到，同性也有可能会染病。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大脑会走这样子的自动化历程、okay. 所以我们要去救息后面的东西，当你发现清楚以后你才知道，哦，我们真的是像前人所说的，就是人生当中每一次的挫败都是帮助你能够对未来看得更清楚，能够帮助你更快更好的走到一个对的途径上，而不是让你自己更困惑更迷惑更封闭，我们不要走错的路。所以在这个事件里面，安老师期待你能够看到的是，将来你在挑选对象的时候，你会用一个比较谨慎然后长时间相处的一个态度，跟一个人交往比较久了以后，评估他的性格，评估他的各方面的品性习惯，甚至于他之前的交友记录，这些你都可以去聊的，然后你觉得哎，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交往。 对，然后当然如果可以让他先检验一下，那也可以先检验。对，可能要用一点技巧吧。对对对，就是哎，我们最近公司有在办那个免费健检，然后可以提供就是另一名免费的名额，然后你就把他带去健检一下，然后顺便检查一下他的遗传基因这样子，然后看一看，哎，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已经符合你的标准之后，然后你可以再选择去交往，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就是用一些比较委婉的方式，然后让他不察觉到的方式，然后去让自己的心也安一点，我觉得也不错啊。嗯，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同时也要安慰自己内心受伤害的那一部分，就是在理性上我们知道未来要怎么做了，也知道这是我们大脑产生自动化反应的一个保护机制，我们要去拆解它，要去冲破那个模块，但另外一方面也知道自己需要被安慰，需要被支持，也是常常给到自己很多的爱，我相信就可以帮助你走出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嗯哼，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尾声了，我们进一首歌，下周再见咯。要祝福这位听众朋友能够身心都越来越健康。是的，所以我们来听一首容祖儿的《搜神记》，下周再见咯，拜拜，拜拜。当初肤浅得你恩宠似星仙天有眼，当真糊涂，未曾发觉我该苦行南极快没有冰山。当初专心跟你烛光晚餐，从没有认识蜡烛怎样消散。当你的光环暗过世间火柴，何用困在五指山？神迹失灵才知天大地大转得快，梦幻的生涯无非拖手逛街，怪得谁要敬拜你，并没势力静观世态。忘掉谁是你，记住我亦
有自己坚地，无论你几高，身价亦低过青花瓷器。平衡我自己，只顾投资于爱情，困在微小宇宙，损失对大世界的好奇。回味谁是你，往日有什么品味？只要敢远飞，亦能自创我的手神机。磨练我自己，做人目光高过嘴，三分力就凭你，相爱大不了提升演技当作戏。感谢收听凤凰会，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凤凰 FM 微博微信，下载凤凰 FM 客户端。